我要介绍 GreenKing GK 的 DSW 在双频刷手机的通话结束音跟发射结束音。首先呢，我们现在都先关闭了43480，所以我们现在发射呢，可以看到。喂喂喂，喂喂喂，123123。基本上呢，它都是没有任何的，像是那个拍那个喂喂喂尾音啊，或什么都是没有，哦，都是没有的。那怎么开启呢？我们按 OK 进入选单，然后呢选单，选单11，好，选单11有个通话结束提示音，我们 OK 进入之后可以把它开启，它可以开成一个痛一二令，就是个嘶嘶嘶的声音，好，我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也可以开成 B， 调两个选择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到选单50。选单50有个接收结束提示音，那我们按 OK 进入之后，它可以设定成这个 MDC 1200，好吧 ？OK， 然后退出。这时候我们发射跟结束就有开提示音了。那我先用这两台机器好测试一下。这时候是发射，它会发结束的时候，它会有嘶嘶的声音，一个结束的尾音，啊，嘶嘶的结束尾音。那它的蛙鸣声呢，则是机器自己接收的蛙鸣声。123123，好，它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打开，不喜欢也可以把它关闭，照刚刚那个方式选择关闭就好。那不过呢，它的声音还是跟 Moto 的有一点点的差异。那我是把 Moto 打开给大家听一下。不过 Moto 呢是基本上只有对方听得到的。哦，那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。不过呢，它的价格上也差很多，那算是可以有一个个小小的那个蛙鸣声也不错。好，所以再给大家听一下。好，如果你喜欢，可以把它打开。好，以上就是那个发射跟接收结束的提示音的开启方式，介绍给大家，谢谢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